有一根铁管啊，那个就是这一家民宿现在有在营业，所以他经常要上去维修。我问他说，那你那个水不会说树叶掉下去他得用的呀？我说不会，看这样。你不觉得那个水到这儿过不来了吗？可是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弄起来？他们去那儿干嘛？挖沙石吗？啊，就放在遐，伊毋是安尼泡，伊即摆枕头那做啊，伊才甲吊起去啊。伊伫咧哪接哪接，伊哪接啊哪落去遐哪一直接一直接。吓啊，枕头啊，遮下面有爱有人啊，啊枕头人爬起去啊，漏水啊落来，啊甲白白甲扭起去啊，扭起去啊爱甲固定伫遐。吼，即个搁平坦的路，搁较好施工。因有甲阮讲啊，讲伊就是安尼一支一支接，对遮安尼哪接啊，就甲留落来，就遮嘛哪接哪接，一直过安尼啊。不是说啊，他这个不能像电信局或是电力公司的蓝线说软软讲抛枪甲射过，这定的铁管一定爱一支一支接，一步一步甲扎起去。懂想漏出来。请问一下，这下面的那个为什么这样过去？这个以前哈，这边有一条路，以前下去这边是一块露营区呢。这个高很高的地，这人有看准的地啊。啊，这是火洪台哈，我那可以寻最穷派去。现在是在施工哈，他在那边边坡，他也是将这一个岩盘哈，这个岩盘以前是连着的，那边有一片枫树林，这一个竹子跟那个枫树是这样整排都很高的。那边有一间他们以前的木石头屋啊，哎，看到原住民的古厝嘛，是看到有一间是这样有墙崩起。这个大自然力量就是这样啊，整个地貌都变了。他现在那个，他现在要下去那边施工。啊，那个灌水，那个灌水也要挖，他要在这个土去那边填土。啊，上面那个山坡那一个怪手，他也是这样子爬上去。对对对，他从这边有一个路下去。以前我们要下去这个田庄的地，以前要开花队的时候，就从这边嘛，车子从这边下去，啊，那边有一个那个比较制作的阶梯。我们是20要去回家那个花庄。
这个小朋友这个年纪，这种就是蛇嘛，对不对？